这地理啊，讲五鬼，我甲人讲，那现在的生活环境，大体上来讲呢，有六大类，称为六道。六道是咱的生活环境啊，六道轮回啊。咱出不了这个范围，生生世世就伫这范围内面，伫咧西可林过日子。六道内面上个殊胜的是天道，天的种类也真多。佛经内面甲咱讲的啊，有28层天啊，天的状况相当复杂。你若讲上帝，这28层天顶面拢有上帝，到底是倒一位上帝啊？袂用含糊拢统啊，总得爱创清楚啊。而且每一站范围又搁真宽，比如地球真大，伫地球上国家真多，伫较早是皇帝，都是国家的皇帝嘛。讲总统，都是国家的总统嘛，你嘛爱创清楚啊！天上人间的复杂啊，拢是共款啦。天上比咱人间，比地球上也更加复杂。你无创清楚，哪会用你啊？天落来咧，其中也有一个修罗道。然后则讲人道、五鬼、畜生、地狱，这是佛讲啊。咱无量劫来生生世世，就伫这内面咧打滚灵，袂当出来啊。这现象对倒来的，实在讲，六道本来是无的呀。是咱家己做的啊，毋是别人做的啊。外面宗教讲上帝做的，伫佛法内面毋是讲上帝做的啊，是咱家己做的。家己安怎做呢？咱伫大乘经内面讲了真多啊。同学嘛是听甲拢真正熟咯，可是印象也无真深。我哪会知影讲你印象无深呢？你的心、你的行为无改过啦，你的心无像佛心啊，你的行为无真像菩萨行啊，这就是你的认知啊，也无够深刻。境界无转过来，佛讲，咱原本的生活，甲诸佛如来拢是共款啦。为什么今仔日会变做即个款式呢？今仔日袂咯。所以，诸佛菩萨甲咱遮个众生差别伫倒位？因觉悟，咱未歇；因是觉离不离，咱是别离不觉。别离不觉，就去六道轮回；觉离不离，就住意境法界啊！意境法界，极乐世界是意境法界。华严经上讲个啊。华藏世界是意境法界，迄、那个世界内面无五鬼、地狱、畜生，迄、那个世界内面
人人拢是上善之人，不但讲仙呐，上仙呐，仙人内面的仙人呐，好人内面的好人，咱原来是要过迄种环境，现在袂咯。没，这款式是什么呢？咱也知影。那无来讲，这个夹个眉，含含糊糊讲啊，咱真不容易理解。佛讲，甲外人无梦想，无分别，无执着。白色的人有梦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。也对这个标准，咱个想看卖，家己是夹还是袂，这就真清楚咧。一感觉暗乌白乱想，这是袂啊，唔是夹啊。甲外人无梦想啊。我在经常讲啊，夹心清净啊，夹心不动啊。那学佛爱学甲佛同款，对等于学呢，就伫这所在学啊，这叫做对根本学，学不动心。那目睭看外面境界，耳光听一切音声，鼻啊鼻种种的气味。嘴子刺种种的味道，哎呦，菩萨，境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智慧呀，不迷呀，心肝内清清气气，一点不染，见色闻声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种人就是佛菩萨。咱今仔日见色闻声，起心动念，就是迷啊，就唔是觉啊，这就是凡夫啊。起什么心？顺家己意思，起贪爱之心；无顺家己意思。其厌恶之心，咱逐工做这个啊，起这种心就叫做作业。那因为我这动念头啊，我啊未讲表现伫这个行为上已经作业了。这心就无清净，心就不善。佛在经论上讲了真多啊，依照佛经的这俗语，咱歹了解。我讲话讲较白一点啊，较浅一点啊，大家容易听捌啦。六道安怎来啊？是咱家己梦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啊。离开梦想分别执着，绝对无六道。人家大师正道歌里讲啊真好，梦里明明有六处，觉晓空空无大千呐、啊。这两句话就说明佛菩萨觉无大千，就是无六道轮回。大千世界就是六道轮回啊！所以讲外人无啊，别人有啊，别人亲像做梦同款，梦里明明有六处啊，有六道轮回。由此知影，六道轮回唔是真的啊！金刚经上讲的真好啊，这种境界。风帆泡影而已啊，哪里是真实的？
可是咱现在麻烦伫倒位咧？那麻烦伫八零角五啊！这代志伫梦中醒袂过来啊！麻烦伫遮，免啊叫伫梦中清醒过来咧。这一定在你佛法里面长期的分修。昨昏咱地藏经讲完完，最后这青莲法师在总结的时阵啊，劝导咱啊，清净善思。涅槃妙音就在这所在，所以咱这一生是不是会破灭开悟？实在讲，老师的关系太大，可是伫现今社会，好老师找无啊。要去倒去找啊？为什么找无呢？书都无了，大家唔知呀，孝养父母，唔知呀，尊师重道，所以老师无了。如果你真正知影了，真正会当做到孝亲尊师，佛菩萨就会化身来甲你做老师。佛家上讲啊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。你甲看佛菩萨偌年啊慈悲啊，所以关键也是伫你家己。是不是肯学？是不是真心想要学？真心想要学啊！佛菩萨就来示现做贤弟子。你无诚意，佛菩萨就无这必要，伊就袂来咯。由此知影，能求贤弟子有闭关。不是求不到啊，你要知道怎麼求法，我一定有感應道交啊。要可以感得前提先来教导我們啊。真正有心断恶修善，有缘破迷开悟，你就感得善地善。有善地善的指引，长时间的学习，悟到人生的真相，渐渐渐渐明了咯。不但知影那现前的状况，过去未来的，拢会当通达明了，你的智慧才算开咯。智慧开了，这问题就会解决。所以，六道是安尼来。咱伫讲堂上啊，上讲啊，梦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三种拢有。这现的境界是六道。如果你有梦想、
有分别，无执着咯，执着放下咯，欲得就无咯。嘿，是一个什么环境呢？四性法界，诸位伫经常相念经文严格菩萨佛，就出现这一个这款社会，这一款生活环境。假使咱将这个分别也下掉了，这条无了，分别无了，甲诸位讲，四性法界也无了。迄时阵啊，所现出来的生活环境就是已经法界啊，诸佛菩萨的生活环境啊，你才当进入啊。这进入实在讲，你就会当回去厝了咯。迄是咱真正的故乡啊。回去厝了后，梦想是真轻啊。慢慢这个断，嘿，就不要紧了。所以要知影六道是对倒位来的。咱这个人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款代志呢？袂当无创清楚啊！袂当无加想看卖这个问题啊，这是大问题啊！讲老实话，这物件也是天性，真少人想到这个问题。我这一生当中，确实也真奇怪，我是十四岁就想到这个问题啊，我十四个时刻，家境清寒，交未起学费，无办法读书，时常伫河边树仔卡去想啊。我到这个世间来创什么啊？我为什么来啊？我想这个问题，我来创什么啊？逐天想啊，以后拄到佛法，我这答案拢解决咯。你无想这问题，你就无问题咯。你哪会当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呢？常常想啊，这是佛家讲。小疑小悟啊，大疑大悟啊，这叫疑情啊，这是怀疑啊，你才有一个悟处啊。那现在具足了梦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三项物件都非常严重。尤其是经过的接触，造成咱现在这呢啊苦难的一个生活环境，在古今历史上拢找无的。咱现在生活环境的恶劣，灾难这多啊！讲到灾难呢，今仔日有一个同修提一个报纸来给我看。昨昏的这报纸，我从来无看报纸的，也无听新闻广播。因提来我看，讲是8月18号有灾难，讲是太阳系这十粒星球排列做一个十字架。我听了讲，可能有灾难啦。灾难到底什么程度呢？我唔敢讲，大概什么人也讲未准啊。可是影响呢，绝对是有啊。影响绝对是有啊。可是注意要知影，
西方人的语言拢讲这个灾难是世界末日，是西方人讲的。西方人的末日啊，咱东方人不是末日啊，东方人不讲末日啊，西方人讲末日，那当然是因的末日啊。咱东方人讲啊，你甲看佛经上讲的，佛的法运要九千年啊，迄那是末日啊。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是一万两千年啊，现在你看这功德的是今年才有两千五百多年，后面要真长真长嘞，哪里是末日啊？所以诸位同修，尽管放心，我直接讲这下咧，让大家的心会当安定落来，知影有这款代志，但是绝对唔是末日。何况咱伫这所在，去树林咧，咱刚等念佛等的同修，这道场。现在是世界魔幻的道场啊！这道场不是为居士林建的，不是为这地区建的，是全世界魔幻。当年诸佛护念，两天现身保佑啊！你的祝福好念的两天显神保佑，这个地区拢会平安呐、啊。可是，凡是这天上有一挂无平常的出现，在咱中国古时阵历史当中，我读过。真多，这种星象的排列是凶象啊，不是一个好现象啊。你较早，你看王公大神，这帝王大神啊，甚至有地方上的首长、官市长，迄时阵啊，因知影，拢斋戒沐浴。拢知影端恶行善，饮食起居，伫这时阵特别节俭，皇帝拣选，皇帝平常食饭啊，就伊知影一百菜啊，唔管伊有食无食，一定是一百道菜。拣选是啥物呢？拣一半，五十个菜。为什么积福？为天下众生积福啊！但是现在人无讲究这，现在人认为什么？这天上跟咱人无什么关系。古时阵怎样？系大自然的现象，跟咱的生活、跟咱的思想、行为有关系，唔是无关系啊！息息相关啊，所以凡是有这种异常的形象出现，因拢有真观的警觉性，断恶修善。你这个犯罪人可以原谅的，拢将刑罚减轻了，就代谢做好事啊。希望可以弥补改变这些凶灾啊！咱呐，知影这道理，了解这事实，所以在这环境当中，咱应当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以真诚清净心读经。念佛，甲全世界苦难众生
回向。咱尽一点啊，绵不之力，希望这个天灾人祸会当减少，时间会当缩短，尽咱一点啊诚意啊。这是诸行化他无量功德。这是说明这六道情况是安怎来的，这世间种种灾变是安怎来的。这五鬼道的业因主要是贪心嘛，贪心对五鬼啊，明明讲六道，为什么世间人常常讲人死了就去做鬼啊？讲啊，这肯定，咱听到以后啊，也感觉真奇怪啊。但是详细甲想看卖，也是足有道理的啊。什么道理呢？你甲想看，这世间人哪有无贪啊？贪财、贪名、贪色、好食。在些名是谁嘛？哎，拢贪爱呀、啊！只要是贪嘛，就是五鬼的业因啦、啊。啊，你看起来啊，真正大多数人死了后都做鬼啊，所以讲伊是做鬼啊，讲了也不为过啊，也够有什么道理？但是咱也知影，人死不一定去做鬼啊。完全看伊个业因啊，这生道是无耻，修罗道是好性，功高我慢啊，修一切善法，这是对在阿修罗道。六道的业因，咱拢清楚，拢明了了，就知影因缘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家己在六道在七法界，完全是家己做主啊，唔是别人做主啊。这是大学问，这是人生第一件大事。佛甲咱讲，第一殊胜、最殊胜的超越六道、超越十法界，六道以外，有阿罗汉，有辟支佛，有菩萨，有佛。那为什么不去做菩萨，不去做佛呢？这是真正聪明的人，真正有智慧的人啊！这个摩尼佛跟咱讲这部经，目的就是叫咱去做佛，超越六道轮回去做佛去了。佛的生活空间就大了，真虚空变化界是伊的生活空间，无像六道的这空间小啊，这范围小啊，真难超越啦。咱啊想，唔对地啊。爱修慈悲心，爱心，爱心安怎修法？每一个人伫世间，拢有你心爱之物啦。你想看麦？你这一生当中，什么代志是你最心爱的？
你将这个爱心扩大，爱一切众生，这就是大慈大悲啊！将这爱心扩大，亲恨就消毒了。如果常常心内想到不欢喜的代志，迄个人得罪我，这个人我也无甲报复咧。但刚动这念头，这念头唔好啊！这念头是冤冤相报啊，无完无了啊！而且这个念头咧是地界的业因啊，上唔好的这个念头。为什么呢？无要计想一个别人的好处呢？计去看别人做的好事呢？将这念头转过来，第一，这罪业就消了。就是讲有业因啊，缘无了，就未对第一。恶鬼道是贪心嘛，这条也真恶断，还有高大的境界。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来低就上落啊，做唔通结婚的需求，你就结个真快乐啊，真自在啊。你的日子过得真辛苦，苦在哪里来呢？贪求啊，贪心无止境啊，那就苦海无边啊。如果第一句，你的苦就停止了，停止了。后面的生活是上路，什么时阵将苦离开了，离焦了，苦就无了。三清三，已离焦了。大家想要穿好衫的迄个裤就无咯，饮食低足咯，袂搁再讲究色香味啊，迄个裤你也无咯。所以五欲六尘，你对倒一项低足，迄项的裤你就离开咯，离裤就跌落咯。佛菩萨做出大德音啊，拢是安尼示现予咱看。我过去在下苦的时代啊，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十年，我迄个时阵亲近伊的时阵，伊七十外岁。跟我现在年龄差不多啊，我那时阵才三十岁，这人啊，低就上落，每一天拢穿黑丝中山装，几十年啊。无看到伊换过第二件衣服，到伊往生的时阵，我才看到啊。因为伊内面的衫咱是看袂到，才知影我内面穿的这内衫，也拢是布的啊，袜仔也是布的啊。现在你去台中
你老师既然管内面，你个看卖，内面那些内衫、袜啊，拢是布的啊，怎样解布？家己布的啊。伊生活快乐个不得了啊！伊毋是无钱啊，家己有钱啊，学生遐多，有钱的学生真多啊，上伊个只个营养真丰富啊。我拢无想到伊内面穿个破衫，无想到。为虾米呢？有一挂人上一件好个衫。迄送的人走落了后，伊就给好我。来来来来，我你无啥人穿，我借好你。我现在还阁保留着两套高级的洋门内衫，老师送我的啊，我也唔敢穿，讲你啦，现在伫。转手就送人啊，穿的物件、食的物件，转手就送人。低着上落啊！家己的生活所需有够了，决定无非分的要求。伊老大人一生日中一食，伊一天食一顿，食真少啊！工作量啊，咱三四个人拢甲伊袂比的，也工作量多啊。每天吃一顿，吃那一点啊，咱今天问说，哦，他这个能力不是咱普通人做得到的啊，你就完全错了。他是人，咱也是人，咱就要研究研究，他为什么会用，咱为什么不用呢？到以后，我就真正想通了。想通了，我就问伊讲，问伊我这想法看法对唔对？我想到什么？人身体是一机器啊，这机器爱运作啊，是消耗能量啊，能量就是来饮食的补充啊。但是每一个人消耗量无同款。有一挂人，这个机器是耗能量的，伊必须要大量补充。有一挂人是省能量的，一点点啊，伊就够了。所以我就想讲，能量到底消耗去倒位去了？老师每天遐尼做工作，遐尼做人客应酬，伊是一个真好的中医师。每天又给人看病，工作量很多啊，可是他补充的能量很少，所以我就想到能量的消耗大概是 95% 消耗在梦想，我别乱想啊。对于真正说劳心劳力消耗能量拢少啊，拢袂多啊。咱凡夫一天食三顿也无够，也得食点心食七顿，拢是胡白乱想啊。连暗时咧困做梦拢无老实，所以啊，伊必须来补充。伊若无补充，伊就破病，伊袂当支持啦。所以90%以上啊，消耗在妄念里啊。我将我这观点向老师报告，老师肯定无错，是安尼先啊。所以修行人心愈清净，饮食愈少。咱伫经常看阿罗汉，伫经常看的时阵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。BQ 你中一食甲佛同款，每天伫外面托钵食一顿啊。阿罗汉一天去托钵一摆，
七天吃一顿啊，皮一岁半个月出去突破一摆，两礼拜才吃一顿啊。这是说明，功夫愈悬呢，心愈清净，心愈清净，消耗能量愈少。所以，皮一岁半个月吃一顿，伊迄顿的能量有够维持半个月。伊嘛有讲经说法，伊四季大上升，所以咱即个才明了能量的消耗，真正拢是消耗伫妄念呢。所以啊，一定爱心清净才会用的啊。这物件袂用你学，学会学出病来啊。唔是讲学了好看，而是讲食一顿啊！这人有功夫、有本事咯，你啊就有这款想法，完就错咯。你有完些在打梦想，所以虾米代志也拢这道理呀、啊。总得爱将这道理创清楚、创明白咯。咱才有学习的住所。这是讲五欲六尘，下起贪爱，基础所思就够了。除所思以外，要倒有诶，要你有福报帮助别人，帮助遐需要诶人。你这福报没有穷尽啊，世间人在乎财，敢是你贪来？不是啊，你讲你够贪，为什么迄个人要贪袂着？由此知影，财不是贪来啊，倒位来呢？你命中有的啊。听完四分里面讲啊，真清楚，命中有的啊，你命里面有偌济财富，你这一生享用偌济财富，命底无的啊，你按怎求拢求袂着，命里底有的啊，迄个命是啥人注定的啊？命是家己做的啊。不是别人给你注定啊！那这一生得的财富，财富对倒位来？财布施的果报啊！过去的生中受财布施受个真多，这一生当中得的果报就大了，得大财富啊！过去的生中受法布施，这一生得大的智慧。聪明，过去生中受无为布施，这生得健康长寿。有因必有果啊，有果一定有因。咱看到果报，还知影伊所受因。看到这个因，就想到将来必定有甚么款的果报。这绝对袂差错啊！所以咱啊想讲，唔做这恶鬼啊，就爱将贪心断掉，一定爱学知足常乐啊，肯帮助别人，肯施舍，你的财用永远袂缺乏。愈是愈多啊！可是多的时阵也得写。你看佛法里面教咱呢，下跌啊，下跌的意思真深。千里言之，你也当写，你就有跌。下载跌载，下滑跌滑，
下什么你就得什么，下是因啊，得是果啊。可是你得到以后要怎呢？得到以后要就要下，从这得要下掉。所以这两字有两层意思在里面。你所得到的物件一定要下，不下麻烦就来了。一定爱下，会晓下的人，这人有智慧，这人是真正觉悟的人啊。得到了后就积蓄藏起来，那人无智慧啊，那是愚人啊。所以你得到以后立刻爱下，啊，你是呢？你这当永远未对五鬼道，这是是无耻啊！什么叫无耻？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什么是真呢？什么是假啊？你要有能力辨别。什么是正法？什么是邪法？什么是是？什么是非？什么是善？什么是恶？甚至有什么是害？什么是利？理解接触，通达明了，这人叫浙江哦。如果这个摆在你面前，你都未清楚，将假当作真，将邪当作正，将恶当作善，这叫做无耻啊。有气是贴生道的业因，有气的类别千千万万，贴生的种类，贴生的果报千差万别啊！你不用唔知呀？就因为安尼生，所以佛对有贪嗔痴讲得上多，为咱提出警告，劝咱爱断贪嗔痴，想出种种方法，就是佛家讲的善卡方便啦。真可惜，只有少数的同修会当体会到，会当领悟到，真正了解佛的意思，以教奉行。有真多真多同修对这无明了啊！啊，那我无明了，伊无做教。无做到就是无明了。有一寡人讲，我都明白了，但是我做未到啊。讲明白了做未到，这话我唔相信啦。只有这种情形之下，我了解也无够透彻，我做未到，这心呢？所以佛法这件代志，确确实实是知难行易啊！你看讲修行，华严经上现在动主一心完成佛道，
这哪有难处呢？可见呢，行不难呐、啊。法华经上讲一句较妙咯，两女八下成婚啦、啊，说明行医啊。大乘法轮上讲啊，众生甲佛一念之差，一念转过来咯，众生就成佛咯。这一念就是觉迷啊，这迦牟尼佛又何必哎说法49年共经300余回？这是明明甲咱讲低难呐，要用这么久的时间，互你真正将宇宙人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在道理因因果果，互你彻底从清楚、从明白了，清楚明白了，转过来了。安那转过来呢？贪嗔痴无了。有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未搁再有贪心了，未搁再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。你从这只要放下，你就做佛。放不下是凡夫，放不下是无创清楚，创清楚哪有放不下这道理啊？你又问我，创清楚为什么就放下呢？创清楚以后怎样不可得啦？唔放下嘛，都放下。金刚心上讲的最清楚，最了动啊，三心不可得，你能得的不可得，万化原生啊，凡是因缘生化，拢无实体啊。所以当体即空了不可得了，灵得所得拢不可得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释迦牟尼佛讲这个代志，就讲了22年啊，22年，后也即学生也恍然大悟啊！然后伫一切境界内面，就真正做到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阿弥陀佛，正常的生活，过一个隔离不灭的生活，过诸佛菩萨的生活，远离恶道啊！远离恶道，就是永远不再做恶因啊！所以这恶道的果报。就无了。咱今日读一段经文，无有地界五鬼禽兽，烦恼如动之类，这句念啊真轻松啊！你唔知啊，这句内面的意思偌深偌宽，偌年啊不可思议啊！这是48愿的第一愿，无比的殊胜，所以是不可思议功德庄严第一条。那道理的吃，你明了以后，那想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假使咱念头内面也有这物件咧，这物件是啥物？贪嗔痴啊！你要有贪嗔痴的念头，你好好念佫较好，袂当妄心。
为什么西方叫做世界无三恶道啊？你要明白这个事实啊！咱即句话好，爱从家己的贪念、嗔念、无智念给念掉。安怎念掉呢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咱接触外面境界，念头一升起来，阿弥陀佛，用即句阿弥陀佛，将这念头打掉。古人常讲啊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即句阿弥陀佛是觉，用即句阿弥陀佛名号，将你贪嗔痴妄念打掉。贪嗔痴妄念一起来，第一念头就是阿弥陀佛。安尼念佛就决定得胜啊！甲经常讲的这个意思相应啊。如果一面念阿弥陀佛，一面还佫想贪嗔痴，就袂用你啊！你绝对袂当往生啊！所以主要的记哩，就是佛菩萨常常甲咱讲的啊，心静即佛土静啊。口静心不静，无路用啊！就一定袂当往生啊！哎，心静即佛土静啊！所以念佛爱会向念，将咱的贪嗔痴慢的念头念掉，咱的清净心念出来，平等心念出来，慈悲心念出来，决定得胜啊！这句内面含义。真深真深啊！咱回向你咯，家己念佛求生净土，就真有把握咯。好，今仔日时间到咯，咱就讲到这就好。